这是2002年黄磊和刘若英合作影片时拍摄的留影，俩人曾是最理想的一对恋人，可是美好的爱情总是有始无终。当年二人都是文艺青年，三观基本一致，而且有聊不完的话题，很有夫妻相，然而造化弄人。据说黄磊当年结婚前问过刘若英，他若不同意就不和孙俪结婚，结果刘若英祝福了他，把爱埋在了心里。